总决赛出道失败后，乃万凌晨发长文晒自拍，合照画面却让粉丝想哭。节目里的每个训练生都很棒，大家相处的都很好，不能全部出道真的意难平。而在近日的总决赛中，节目也正式官宣了最终排名，九位成团未确定，全新女团组合 THE9 官宣成立，分别由刘雨昕、虞书欣、徐佳琪、预言、谢可寅、安琪、赵小棠、彭雪儿和陆柯然组成，未来前途可期啊。但成团同时也是残酷的，有人出道成功，就有人出道失败，例如乃万和金子涵，两人就很意外地排名第10和第11，遗憾告别了舞台，许多粉丝都感到意难平。第一张照片是乃万和金子涵的合照，看到这个画面，相信大家都意难平了，两人都是距离出道位只有一步之遥的训练生，但谁曾想在最后一场比赛中，在最重要的一个时间点，陆柯然逆风翻盘，乃万和金子涵双双出局了，太可惜了。所以看到两人在幕后的合照画面，让粉丝们纷纷泪崩了，两位最意难平的选手不出道真令人遗憾呢。